蒜香抹酱的所有食材，蒜头磨成细碎状，姜把西里切碎，奶油拌成乳霜状，加入准备好的蒜末，巴西里碎末一小把，盐一小匙，挤上一点柠檬汁做提味，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。用烘焙纸包覆塑形，冷冻一小时做定型。经典美味蒜香烤吐司，早餐、点心、宵夜都很棒哦。